好，我看一下这里哈、哦，他说这个 P 点为单位圆 O 上之一点。好 ，P 点在这单位圆 O 上面，好不好？可见的半径是几？一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这边有个角度叫西塔，从这 P 点去对这个做垂直下来，好不好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、哦。做垂直下来的时候，麻烦求线段 PA 是几？其实哦，根据我们标准位置角，老师可以知道，这叫起始边，这叫终点边，告诉我半径是几？一嘛。去对 S 轴做垂直之后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我可以知道这边是几 cos 西塔，这边是几 sin 西塔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我可以知道这段会是 cos 西塔，这段会是 sin 西塔。所以说其实我线段 PA 其实就可以跟 cos 一样，这样行不行？但是因为这时候在第二象限，对不对？这算出来什么号？负号。所以线段 PA 可以写成 cos 西塔什么值？绝对值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所以说你要观察一下下 ，A 选项不对 ，B 选项对 ，C 选项不可能，不可能 ，E 选项呢？来，你观察一下 E 选项，它可以写负90度加西塔。负90度，对吧？西塔减90度，可以写负90加西塔，负90度，再改成 cos 西塔。B 象限啊，不用理它，反正有绝对值在，一定什么号正号嘛，所以说就直接写 cos 西塔是就好了，各位可以哈。OK， 因为90度嘛，再改成 cos 西塔。D 象限，因为 D 象限只是关系到正负号，今天有绝对值在，我就直接加绝对值嘛。所以说自己是正还负，我们先不用理它，行不行？所以说写到这边之后，跟它一不一样？一样嘛。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答案正确是谁，跟它一样是谁？答案选几？选 B 和 G， 一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哈 ，OK。